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啊。我们这个手啊，现在常常拿来做的动作就是滑手机啊，啊点也好或者滑也好，大概手现在功能就变这样。这个功能你显显然了、啊，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做了。什么功能、啊？就是诶，看着那个灯光也好，或者是日光也好，诶，这个手的那个影子啊，啊，让你。 感觉到哎、欸，似乎哎、欸，好像是有动物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联想可以产生出来啊？然后也可以说说故事啊，跟啊、呃、小朋友啊、呃、有这样的一个互动啊，或者两个人之间有这样的一个互动，哎、欸，有吗？你？ 肯定是很久，我也肯定很久没有做这个动作啊。其实人需要的一些东西，单纯面讲起来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要把很多事情，我们就界定在就是完全具象的那些东西啊。想象的一些东西是让我们的大脑有它更多触角可以去发展的一个机会啊。所以要善用这样子我们的一个手，啊、呃，除了做这些手机的一个动作以外，也要让它去哎。诶 变化一下啊，看看有一些什么不同的一个功能去做。那这个手为什么有这么多复杂不同的功能可以去做？你可以看得到，你看看这样的一个骨头，我们手腕这个地方有手腕的骨头、掌骨，然后再有指骨，指骨还有分成比较靠近我们手掌这边的，还有靠近末端的。所以这个总共有多少根骨？呃，骨头在那个地方啊，手腕骨八个，掌骨五个。 呃，指骨啊，有十二加二，为什么加二？不是五根手指头应该三乘以五就十五吗？因为大拇指这个地方的指骨它只有两根，可是大拇指的功能最重要，所以多未必是好，啊、呃，少也未必是不好的意思啊，看它功能还是最重要。所以整个加起来有将近三十块的骨头在我们的一个手而已啊。 我们身上才两百零六块骨头，一根手，呃，一一个手就已经有二十七，两个就五十四，五十四除以两百零六，四分之一，超过四分之一的骨头是集中在手，为什么要这样？就是要让它灵活度变得更好。可是光有这样的骨头，就是有关节，你可以做很多的活动，肌肉可以做很多的活动，肯定还是不够，还要有什么？神经。 所以我们的神经在手这个地方有几个神经来去帮忙我们手做很多的功能。这个呃题目相相对很简单了，大家呃想一下，答一下，呃有几条神经啊，甚至于说那那几条神经的名字叫什么？如果能答得出来，就表示我们医疗啊、呃、对健康自我的一个认知提升啊，诶，越来越好，这其实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啊。好，手当然画画国画里面啊很特别的一点啊，就是哎这个画。 有画，然后也有字，啊，好像是文字跟画画彼此之间可以互相呼应，达到另外一层的一个效果。这在西方艺术、西方的画作里面，相对是几乎看不到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因为东方的文字看起来就是。 也像画一样。那西方的文字，它偶尔会出现，但是你那个呃，这个就是字，就是那样的一个字母啊。你看起来要让它呈现出艺术感出来的呼应啊，比较困难度高一点。这是呃，这个呃，明朝的一画家叫倪元璐啊，他画的啊、呃，这样的一幅画。呃、你看他有字有画。好，这个字你看不太懂，我们看不太懂，这到到底写一些什么东西啊？他写“如庙在世”。 这有芦苇嘛，芦庙在世有那个好像有那样飘动的那种感觉，燕庙在影，这里还有燕子啊，燕子啊，在它的影子啊，哎，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水庙在作声，这里面还有水啊，人庙在使力，哇，画龙点睛啊，你看到这个已经是经为啊这个。 这个非常呃，让人家会心一笑、写意的一个画作，可是他竟然又点出了那个炉，点出了那个砚，点出了那个水，点出了那个人。哦，这个呃，功力之高啊！你看这个水，你,你看你要人妙在使力，果真你一看，你要往前推的那样的一个使力的一个力道啊，画的是如此的这个动人啊。然后这个是干什么？这个在旁边这个。 在那个地方是在做什么？呃，样的一件事情啊，除之得粮啊，成全得奖得奖，呃浆啊，这是一个农夫啊，所以在除之得粮，你要好好的耕作以后，你才有这个粮草，然后哎、欸、把这个水泉呐、啊、呃涌泉呐、啊，你能够好好的珍惜它，那就是。 未来我们饮食上非常重要的那样的一个米浆也好啊，教人饮食之道，这就是农夫在做的事情啊，非常了不起。那细部再看起来，哇，也是啊，寥寥数笔啊，可是那个意境啊，你就得到的非常深刻的一个感动啊啊！你看这这这样子，这个显然这个比较单纯的一个情形啊，就两，有有老有少。 然后小朋友还在吃东西，老的已经啊昏昏欲睡的一个状况啊，那个感受啊也是非常深刻的一个情形啊。然后你看到这另外一一个，这个您猜一下，这个到底是在干什么？这个刚刚有农夫也好，有呃想睡觉也好，这是在炼丹呢、啊。 他脸上还有点喜悦的感觉，就是他炼丹快要炼成的那种感觉啊啊，表现在他脸上的一个状况啊，这个显然也是睡觉啊，在那边昏昏呃有点点累了啊，有点昏睡的一个状况，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脸上只画了一点点东西，可是他做什么动作配合这个姿势，我们大概就很清楚的那样的一个呃感感动会产生出来，然后这个。 是啊、呃，在这个地方饮酒啊，显然是喝喝酒的一个状况啊。这个仆人,人倒酒过来啊。那另外这幅画，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也是很生动活泼的感觉啊。哎，这个人在主人在吃东西啊，这是在吃东西啊，可以看得到在吃东西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这个小朋友篮子是空的，没什么东西可以吃啊。看着他这个主人在吃东西啊，只会差没有把口水画出来。 连这个牛也转头去看它，那尾巴也在那边摇一摇，看它能不能吃点东西啊。所以你看看，简单的一个画作中，它呈现的一个层次丰富度可以是这么样的一个高啊。当然再加上文字，这些都是后来配有一点文字来,来做这样的一个呼应啊，是让人家非常开心的那样的一个画作。国画里面让人家开心的也并不是太多啊，那这是非常独树一格的一个呈现。好。 这个吃东西啊，啊，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跟吃东西我们的这个肠胃道有关系。那你说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怎么有这样的一个好像什么金属的东西把它夹住啊？这原来就是给它做切片，切完片以呃切片完以后有点出血，所以在这个地方夹住止血的意思啊。那这个原来的一个状况是这样子，这是在大肠里面，大肠里面有这样一片的珊瑚礁啊。 你说哇，这个看起来这有点可怕，而且那个位置还不小，占的一个范围还蛮大的。那这个有什么症状？这个流血的部分不是它出血，血便不是，它是做切片的检查，没有症状，这是做检查发现的。就做检查，所以大肠镜的检查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大肠癌发生的比例高，然后大肠癌它。 演这个演变成癌症的机会，事实上时间是很长，从息肉变成大肠癌，那时间是用很长的来计算的，所以早点发现，早点切除，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当然，如果能素食的话，它预防性更好。所以这么大一片，大家想是诊断没有问题，这個、就是大肠癌吗？呃，就是在大肠的这个位置啊，有一段有这样的一个呃问题点，那这个呃有呃这个有。 一一段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点在那样的一个位置啊，所以后来给他做切除，这个不是大肠癌、啊、这是一个息肉啊，一种息肉，但是这一种息肉是腺腺样状的息肉，就是它未来会变成大肠癌的机会是蛮高的，所以早期发现完全没有症状的时候，给他做切除的一个动作，那这个透过。 大肠镜的检查，然后发现以后有问题做切片，然后知道那么一大片你光这样刮刮不掉，再给它切除掉就可以啊。所以这个时候，正中神经、尺神经、背面桡神经啊，多去感受一下吧。感谢收看，再会。